说就是怀孕前三个月去做了那个牙科的那个 CT 照，会不会影响怀孕呢？三个月没关系啊。人都说半年没有。嗯，知道我觉得我在医生说，如果你做了一些，就说不能做的事情哦，在你胎儿发育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对那个影响的话，就发育的时候不会检查排异常，如果你检查是没问题的，就是保证影响是有或全无。没有在。